我们现在到了今天晚上入住的一个农场，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这农场主啊很有心，在这边建了很多那个小房子。你看这房子呢，它是一个粉色的小房子，那边有一个呢是绿色的小房子，而且啊这里种了很多花，还种了很多那一种果树，还养了马，养了牛，养了羊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入住这里，而且呢等一下呢我要组织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澳式的这样的一个烧烤。今天我们的晚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菜，那就是澳洲龙虾。还有那个老房子，我们今天晚上入住了一家当地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农场，去体验一下澳洲的农场生活。宝贝，宝贝，那你摘下几些黄鱼？对。哇哦，漂亮的房子。哦，有八层水水。现在我们带着我们所有的团友去农场周边哈，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个情况。真的是现在呢，也就是快黄昏了，5点多，阳光也变得比较柔和了，特别美，特别漂亮。这个农场呢的主人，他们的祖先是来的这边最早的，一波。但是，据还有人说呢，他们有一些皇室的血统。腿上长毛的那种啊，马。是这样。来，进来。来，把眼睛给爸爸放，拿着。这羊已经剃掉毛了。第一次见到这么近，第一次这么近。哎呦。有这些小羊。赛马就血统非常好，看起来非常健壮，非常漂亮。后面呢有两三匹那种侏儒马，就是矮马，长得就比较矬了。这一到这车一来，咣咣咣咣，这灯都亮了。您站在车里吗？对啊。来吧，还有一口锅。来，我给你拿。来，这个叫，那还有两口，我还拿别的。啊，我先走了，你们玩啊。走。哇，它还在动。何止挣扎，你等一下就看到它有多生猛了。哎，打开来看一下。它还是非常鲜活的。哇。那么大只龙虾。它的力气非常大，会很容易扎伤你。小心啊。哎，对，拿那会儿。对对对，拿起来。你拿着，我给你拍。我们今天晚上就吃这个大龙虾，你看那个爪子那个尖没有，它直接扎进你的肉里了啊！这是有危险的。来，你们三个可以抓着拍个照，但是千万要小心。其实，在塔斯马尼亚呢，卖龙虾的地儿并不多，你在超市里是买不到龙虾的，尤其是活的龙虾，偶尔有是煮熟的，偶尔有，一般没有，活的没有。泥爪直接抓，这样抓就可以了。你看抓着它就动不了，那种叫抓头部往上。哇塞，它如果咬我，那我往哪扔啊？不会咬，扔吗？只是小心不要被爪子抓到你。接力谁要过来？我等会把它放地上。然后大家来了，这个龙虾跟我在新西兰抓那个巨大的龙虾差不多，其实还就可能有其实抓起来十几年这种龙虾。大龙虾。
像怪兽一样，看它那个爪尖呢是非常锋利的。它如果是我们捉龙虾，是如果是从底下捉，它的这个爪很轻松就扎进你的肉里了。在这面捕捞龙虾和鲍鱼，管制是非常严。这两只龙虾呢都是公龙虾，因为它的那个肚皮啊是单层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如果是母龙虾呢，有两层的叶片，是主要是用来护卵的。还有呢，母龙虾最后的这一对尖爪啊，它后面是一个有个 pincher， 有个小钳子，就是可以夹着卵把它放，它从这个产卵产出来还夹着它放到叶片底下去。所以龙虾啊，公母都是可以，只要看它腹部叶片和看最后一个钳子上面的那个是不是有小钳子就能分辨出来。这两只都是公的，看一下这一只啊，应该也是，这一只也是公的。塔斯马尼亚每年只有几个月是龙虾季嘛，差不多半年吧。现在是休闲捕捞龙虾的季节还没有开始，一般都是十一月份，很快了，很快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我懂了，这个回来。回了，你在这边，就大家开始那个万花丛中养殖机。我们今天准备的锅太小了，所以要把龙虾的脚修理掉，争取一锅能把这三只龙虾都给煮了。几乎要把锅的最大的锅都找过来了。最大的锅。对呀、啊，这么大的锅、啊。真大。我们专门去调了锅过来。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龙虾锅，太夸张了啊！大锅。我们的龙虾，先准备，看起来差不多好了，放了点黄油和盐。等会加上蒜，做一个酱。这龙虾全都变红了。龙虾头在底下，真的是超大，夸张。其实应该，应该要量一下才好切嘞。对，应该量一下才好切。好嘞，咱们的龙虾，我现在要把它那个腿半切开，然后呢，我们。每两个人半只，啊，切龙虾，哇，有高啊！哇，这高，天哪，有点乱，有点浪费啊，有点点浪费啊！拿那把刀切，这把刀太软，这把刀太软了，可以，尽量切到中间。哇，这高都流出来了。对，有点可惜啊。没事，这个还是大的。来看一下啊，哇。然后呢，等一下吃，其实大家是可以直接上手吃。放着，我也觉得直接上盘子。虾蟹啊，我把它取了。哇，这个好像更大。对，好夸张。这个更大。这个头也，这个很大。这个很大。老板们，你们就一起吃，你们就拿半只就吃了。对，等一下凉了。对，你们俩拿半只。好。这个呢，这个两个呢，给他们拿出来了，尝一下味道。不是，直接抬进来算了。哇，好爽啊！可以刷酱汁。好好吃。对，加蒜蓉酱，我是建议加一点蒜酱尝一下。行。还是做酱算了。好大哦！我跟谁一个？咱俩一个。用手直接，我认为吃龙虾就得拿手吃，太粗犷了，才有感觉。哇！啊、你干嘛放下？嗯，赞，拜拜，赞。来，宝贝，我们也吃大龙虾，笑一下。哇，好大一块啊，这吞了。好吃吗，宝贝？龙虾好吃吗？棒棒的。好不好吃嘛？不太行不行？笑一下行不行？这嚼呢，没空笑了。哎呦，好满足的样子啊！好满足是不是？哎呀，好吃，好吃，好好吃。还有好多龙虾的钳子。这个钳子很容易割破。这个钳子怎么样？就是会割破。会割破。手。怎么吃啊？哎，那一包出来那么大坨肉。我认为牛肉不能烤太熟啊。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了。
来来，大家，我建议大家现在把牛肉给吃了。啊，那我来，我先来。你先来，我也拿一块。现在大家吃一下龙虾钳子，直接拧一下，就像吃帝王蟹的那个钳子一样，多个盘子，多个盘子。有香鱼，这边还有。Hello。看，一拽就拽出来了。刺激。嗯，整个。我觉得这就像吃帝王蟹的那种感觉一样。好吃呀。对。还要一碗吗？他也想吃那个龙虾。嗯，妈妈给你整一个。一碗多少？好，尝一下这个龙虾汤。其实你喝一口看，感觉一下。不要放太多盐哈，光它好像有点咸味。是不是很暖？嗯。这么冷的天，喝一杯暖汤。卡哥又在有意见了啊！好，妈妈给龙虾在我的肚子里游啊游。来来来来来。